跟我爸的白月光在一起了，我还成了他的秘书。没啊，我那去趟卫生间憋死我了啊！你去你房间呗。我什么去我房间呢？我就开着一间房啊，没呀。啊？那我不是让你，不是你这不让我看着办吗？我寻思吧，我给你省点，出门在外的，如果能省点是点，都不是外人啊，是不是？二顺啊，你去前台问一下。我早就问完了，姐。方圆10公里都没房了啊，这儿也就这一间房啊。我知道你啥意思，你躲开来。我说搁这儿吧，整个地铺，你呢给我整个枕头。哎呦，是对付一宿呢，咱俩也是那回事啊。你去行李箱里帮我把水拿来。水呀、啊，哎，水在一哎，等会儿这妹呀，就这个是、啊、这个是我明天开会得穿正式一点啊，正啊，就是跟他们一块搭的呗，就像啊啊对。啊，我瞅这衣服有点小呢，美爷啊，这是不是有点小？不小啊，我买的时候正好的。咋不小呢？我瞅着小，它就是小。你真的美，你吧，你先试一下子，现在啊，你别等明儿开会了，它不合身的话，这不麻烦吗？你试一下，试一下花不了多长时间，是不是？啊啊，对，对，嗯啊，那你啊，不，我卫生间去完了，美爷，没事啊啊。我出去，我正人君子，我能哎呀，这十来分钟还没完事儿呢，真的，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我这门埋汰了，哎呀我的妈，门埋汰啊！可以吗？行行行，哎呀。